中國鼓或者中國锣鼓其實 最主要就是一個锣鼓經，咁呢個锣鼓經佢包含有好多锣鼓點，而且呢啲譜係一定要用中文睇，點解？因為佢全部中文寫。中國鼓嘅 pattern 就簡稱為鼓點，例如馬腿或者急急風或者四擊頭，咁其實同 drum line 其實好相似嘅，有幾個鼓啦，少嘅可以有兩三個，多嘅可能成千人都可以一起打鼓。我對於今次嘅香港國際鼓手節係十分期待嘅，係非常之富有香港文化特色嘅，而且用鼓嚟帶出呢個主題係非常之正嘅。香港各界鼓手，国际知名鼓手，6月香港国际鼓手节，而家即刻买飞，到时见。